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月夜。我们今天带来今天，那继续玩。上次玩到要女主角进入这几扇窗户啊，进去吧。一个噻，哇哦，下雨天气真是不是没修麦啦。但是这么冷天气却哇，等一下。这么多地方都没有东西，我们现在不能切换男角了。但你这样子都没有东西，要玩个毛哦！就到，那这里，等等，这里好像也没比较好啊。两扇窗户都在下雨。哎，有人，你谁？哎，我的。What the fuck？这样子吗？不是啊，不是这样讲。重点不是这个，重点是为什么跟他站在他身上以后，他就会消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解释一下。高我讲一个好不好？高我讲一个。我是目前有问题，就出现在这扇上。窗了，可是刚才那小女孩没有反应，就是连对话框都没有。哇，这雨声比较大哦。又出现了，消失，这里，还是哪里呀、啊？而且驯服也突然不会跑，状态很可怕哎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可怕？还是说这里有其他东西？那小女孩只是一个障眼法。还是书柜又有东西了？没有，这里也没有。对啊，她都没有讲话了。等一下哦。就我们男主角这边还算是有人待在里面，就对了。我看一下，喂咻，对，那就不留念嘛。可是这样的话，这个门可以开吗？还是不行？看来势必就是要破完我自己的问题了。这里已经探索完毕了，这里应该没了吧？通过我进入。无穷的痛苦之城，通过我进入永世的凄苦之坑，通过我进入万劫不复的人群，正以推动我那崇高的造物主。我是神，全神，什么意思？我是神权神智神爱的结晶哦，它是两个字的，我是神权神智神爱的结晶。在我拥未有永恒之创造，我将与天地一同长久。进入者必将断绝一切希望。哎呦，哦，抱歉，最近喉咙跟鼻子有点不太好。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？可是这样的话还是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他这样的话没有表达出他要表达的意义耶，因为这边你看乌云密布，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影，甚至连人都没有，哪来的人影？他应该不会做出那种……你看，没有，真的连人都没有，奇怪，这样子。对吗？这样好像不太对。所以现在剩下什么？杂草。我看一下啊，没有署名的书。
世界是混乱的、不讲理的、无聊的，所以为了让世界有趣，为了让世界有趣些，人们创造了都市传说。哦，哦，可是，这跟这三扇窗有什么关系？啊，你有什么关系？听不到任何声音，而且人也还一直消失。你叫我去哪里找人啦、啊？我这三扇窗就卡关啦，就卡在这啦，就因为你我卡在这。诶、欸。因为我出不去嘛，对不对？就因为那3扇窗，可恶啊！哎呀，因为我们那个他也没有讲话嘛，你看，对吧？这样的话很累。我卡关，不是1天2天的事。可是，对吧？现在也不能一个离开。目前有问题，3扇窗还有什么？这扇门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少女后面有什么吗？没有。侧面嘞？有时候她侧面跟正面对话不一样的话就不能用。都没有。OK。说不定这边有路哦。哎，没有。说不定这边有路哦。哼，都没有路，难过。我会进入吗？他讲了这么多，我能进入吗？又不给我进入，你是在……有哪个强大的观众可以跟我讲一下，我现在卡关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自个都不太清楚。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探索，我是讲真的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探索。这些云都遮住了，那也还好。主要那些云是在浮在空中，调查不到啊。问题就是在于我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可以做。你要雨伞吗？他应该是要雨伞了，但是我哪里从哪里找雨伞给他？这里吗？这里，哪里有雨伞啦、啊？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？而且我不能带着他走，如果可以带他走的话，我就想着把他带出来就好了。你说对不对啊？草草小草啦，不要想奇奇怪怪的东西哈。真麻烦欸，我到底现在身上有什么可以用？都没有。哇，光哭一个人很累。还是说这边还有东西？应该也没了吧？对啊，已经开了。不行，都没有。所以，这石膏少女也没什么事情啊。她是说创造都市传说是没错啦，啊，问题就是在于说，这个地方跟都传有什么关系吗？啊，这个地方跟都市传说有什么关系吗？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啊。哎呀，